香港在以前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东方明珠，香港看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们真的不胜唏嘘。而《时代革命》这部电影就详实的记录了香港人为了追求民主、司法独立，他们的努力却被政府中国用暴力的手段攻击，连孕妇都打，而且整个压制，让香港今天成为令人遗憾，也看出残暴的政府是多么的令人痛心。就如同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情形，也都是一模一样。因此我们今天看到时代革命可以在台湾，是全世界唯一可以在商业电影院看的电影，大家真的应该来从这部电影中看看民主是多么可贵，我们都要小心的呵护，我们都要珍惜台湾的民主。我们都希望大家把握时间来看看《时代革命》这部片，从中汲取教训，同时也力挺香港人。我们希望大家把握这一个难得，全世界只有台湾能够这样公开上演来看的电影。